程期间严禁出城，违者一律按细作论处。封城期间严禁出城，违者一律按细作论处。金国前国师完颜末的诅咒。是的，诅咒。我已经让人取诅咒中的四幅画了。魏大人，这第一幅断手被搂在腰间，其实那天我去西夏的中军大帐时。魏大人，请。大将军一动不动时，我也感到非常意外。启禀大将军，大宋使者燕回城镇守使魏平，魏大人到了。启禀大将军，大宋使者燕回城镇守使魏平，魏大人到了。大将军，当我们冲进大帐时，看到的便是如此。这就是我见到的李元志将军最后的样子。这完颜末的诅咒可真够变态的。这诅咒真的会这么灵吗？哎呀，怎么可能。魏大人，出事了，出事了，蒙古使者天博尔死了。什么？蒙古使者死在驿站，人是怎么死的？大人，帖木儿房里的两个女子今早发现，帖木儿被人用一根长矛刺穿心脏，钉死在柱子上了。长矛穿心，这死法和完颜末诅咒上的第二种死法一模一样，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功利或有非礼等说，且听来报。自更才夺，宋慈洗冤集录。死亡时间约在此时，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颈部无泪痕，长矛穿心，将死者牢牢钉在柱子上，心口是唯一的致命伤，而且死者手部并无抵挡兵器的伤痕。是来不及反抗吗？宋慈，这里所有的门窗都是从内紧锁的，我没有找到任何凶手出入的痕迹。嗯，又是密室杀人。你们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听到？你们撒谎，我杀了你们！住手！哈桑将军，在此案没有查明之前，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再者说，你没有权利随便杀我大宋的子民。哈桑将军，这个地方现在归六扇门管，所有人不要影响我们办案。这长矛穿透胸口，这完颜末的诅咒。动不动就是完颜末的诅咒，下一步是不是要说下诅咒的就是我们金国人？哼！二位姑娘，可否听到什么打斗的动静？什么都没有。我们服侍完大人之后，他说要出去走走。大人让我们先休息，说一会儿会有人送银子来，但我们一直没能等大人回来。那有没有听到什么开门的声音？出去的声音听见了，
但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也没有。啊，那这离开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辰呢？我们没有看时辰，我俩大概是酉时三刻左右来的。帖木儿大人离开的时候至少是亥时或者快子时了吧。对了，这帖木儿武功如何？我们草原二郎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帖木儿使者更是英雄中的英雄。那就奇怪了，这尸体完全没有搏斗的痕迹。哎呀，如果真是让人下了诅咒的话，这案子可就不好破了，因为它不是人干的呀。这案子怎么查呀？啊，我看咱们也别白费功夫了。行了行了，什么诅咒不诅咒的，都是装神弄鬼罢了。先前的建阳峡水女鬼案都说是厉鬼复仇，最后不也证明了都是人干的吗？我有一个问题，那根长矛是谁的？长矛是帖木儿大人自己的兵器，平时就放在屋子里，我们蒙古二郎兵器是不能离手的。哈桑大人，我想进一步检查帖木儿的尸体。什么？人都死了查不出凶手，你还想对大人的尸体做什么？我也是为了尽快找到凶手。是啊，这位小兄弟很有能力，之前破获了不少起诡异的案子。哈桑，这位是我的得力助手，之前跟着我办了很多案子，你放心，一定把案子给你查了。好，等七天，七天后我需要你们告诉我谁是凶手，不然的话这笔账就算记在你们的头上。七天。我同意哈桑将军说的，现在除了我们大夏使者，蒙古使者也死了，我希望七天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七天？魏大人担心的对，这七天时间太……没问题，就七天。宋慈，七天时间太短了，我还没……魏大人，请找人处理一下尸体，明天我要验尸。另外，这二位姑娘还请您找人保护一下，我怕凶手会对他们不利。好。其他的人，我们去大堂说话吧。如今啊，五国会盟现在已经死了两国的使者，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呢，暂时也跟你们说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肯定不是人诅咒，一定是人干的。放心，我一定把人给你找出来。这不是诅咒，这是什么？我大夏大将军莫名其妙死在中军大帐，门口还有士兵守着，就这么掉了脑袋。还有他蒙古使者，一身武艺就这么被钉死在了柱子上，并且屋里还有两人，却什么都没听到。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这有些事情想不到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真的想到也就不会觉得奇怪。那你说，如果不是诅咒，那凶手是怎么做到的？我暂时还没想到，不过没关系，你不是说了吗，有七天的时间，这七天之内肯定会给你们一个答案。白姐姐你在吗？白姐姐，白姐姐，白姐姐，你醒醒啊！白姐姐，白姐姐，晴儿，我怎么了？我哪知道呀？我看你晚上没怎么吃东西，就给你备了些，哪知道怎么叫门你都不开。我看这屋里有烟，我就冲了进来，然后就看见你趴在桌子上，我怎么叫都叫不醒，可吓死我了。对，我正在改进安神香，可能剂量用的有些大，一下子睡着了。可别再吓唬我了，你再醉心药学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来坐，
我没事，别担心。饿坏了吧？快吃点东西。怎么了，晴儿？啊，白姐姐，我和哥哥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要把客栈关了。为什么？出什么事了？虽然我们这里一直是红袄军的联络点，可中原抗金，哥哥始终觉得使不上劲儿。哥哥不甘心待在幕后，而是想真正的跟随李将军杀敌。你们再等等，大宋很快就会北伐，到时候南北响应，大事就能成，千万要沉住气啊！北伐北伐，说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音讯，也不知道朝廷的部队何时才能真正的北伐。晴儿，相信我，很快了。这次五国会盟说是和平谈判，但会盟使者惨死，你觉得还能谈得下去吗？白姐姐，这件事情……总之，这次五国会盟不会很顺利。无论凶手是谁，目的都是要破坏这次会谈。而这个凶手使用的是金国前国师完颜穆的诅咒，无论金国人是不是背后的元凶，他都撇清不了干系。这个凶手就是要搅乱这一滩水。是啊，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大家都知道，这无论是凶手杀人还是诅咒杀人，都遵循着这完颜穆图上的内容。如今第一种死法抱首置于膝上，可第二种死法长毛穿心均已实现，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还会有凶案发生，这将是一连串针对五国会盟使者的连环杀人案。你的意思是说还有使者会死？现在的使者就剩我们大金国、大宋国还有回鹘，那我们三个人之中至少有两个是凶手的目标。别害怕，我刚才就想说来着，刚才呢李元贞大人一生气把我的思路全给打乱了。现在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七天的时间，在这七天里还有三名使者，如果再死两名的话，那么剩下最后一个使者就是凶手所在的国家。金人的诅咒，卓洛图，你们金人的嫌疑最大了。如果是我们金人杀人，我们怎么会效仿完颜穆国师的诅咒？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要我说，大宋国的使者现在还未到，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他们吧。今天我们韩大人就会到，实在是有些事情耽搁，但是我们大宋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什么人？不准进来！他是我的贴身护卫阿兰。卓鲁图大人。喂，你这个人好泼皮无赖啊！看人家长得好看，非要给人家吃饭呀？是他，他是金国使者的护卫。我没事。眼下我们不应该互相猜测，也许这就是凶手最想看到的。凶手让我们互相猜测提防，让我们互相不信任，然后他就可以各个击破，破坏本次和平会盟。所以没有证据证明谁是真凶的话，大家必须要团结。听见了吧？我的另一个助手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现在我们非常危险，必须团结，增加防备，别让他们再害了其他人。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使者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会盟根本没有必要再举行下去。魏大人，赶紧把城门打开，放我们各自归去。不行，必须要抓到真凶才能开城门。你这么急着走，不是心里有鬼吗？我只是不想被杀了，难道要在这儿等着看谁先死吗？魏大人，你们大宋不会想软禁他国的使者吧？
不敢不敢，除路途大人，天亮我们韩大人就会到，到时候是走还是继续会谈，你们商量就行。没有韩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私自开城门，况且其他几国使者都还在呢，你要是这么走了，怕也不好交代吧。说到底你们还是怀疑我。错了，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嫌疑。白姐姐你怎么看，到底是不是金人干的？是也不是。姐姐把情人弄糊涂了。这完颜木的诅咒的确是金国人的，可用这个方法杀人，未免也太直接地告诉别人我就是金国人。所以凶手这招非常厉害，让人去猜。无论这个金国人是不是背后元凶，他都逃脱不了嫌疑。可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如果金国人真的是背后元凶，那他怎么撇清自己呢？嗨，想不明白就别想。白姐姐，明天我再去劝劝哥哥，让他沉住气。来，快吃饭吧。好。五国会盟开始以来，使者居住的驿站一直都有重兵护卫，我相信凶手很难逃离。如果说这个驿站没有发现密道，那就代表凶手一直就在驿站中。所有不能拿出帖木儿被杀那晚不在场证明的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卫平大人，这天快亮了，白天我还得验帖木儿的尸体，等韩大人来了再统一询问大家的不在场证明吧。好，我知道各位官人都是各国的大官，但是既然我答应各位七日之内查出此案，那请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这点要求不过分吧？那七天内要是查不明白，这好办啊。七天之内如果查不明白，直接就把他的头割下。我告诉你啊，你是我的上司，我脑袋掉了你也保不住。你不是在屋里答应的吗？拦都拦不住，我也没说担脑袋，就不能担点银子？当然不会要你们人头。那我就放心了。七天内查明此案，在这七天里我大夏的人会配合你，但到时候要是查不明，人是死在你大宋境内，不管凶手是谁，这责任就是你大宋的。到时候别怪我们兵戎相见。是啊，反正这次会盟也没法弹劾了，要是查不出的话，我蒙古铁骑就会自己来查。魏大人，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会给一个交代的，对吗？对。大宋和回鹘向来交好，此次案件回鹘定当全力配合你们。好。让你许诺七天内破案，责任又大了吗？怎么办？这是我的问题吗？赵小六他拿脑袋担保，关我什么事啊？行了，魏大人，时间不多了，赶紧去探查吧。探查什么呀？这突然下这么大雨，有证据早冲走了。要不是你大人七天呢，七天查不出来，直接把你头给剁了，你脑袋也掉。割我脑袋？参见太傅大人。太傅大人，我这可如何是好啊呀？你这个镇守使是怎么做的？
五国会盟还未开始就死了两国的使者，你让会盟如何进行下去？误了国家大事，你担当得起吗？太傅大人，事情真的很诡异，我已经各方面加派人手，可自西夏使者死在中军大帐之后，蒙古使者也莫名其妙被杀，而且死法跟完颜穆诅咒一模一样。好一个完颜穆诅咒！苏轩，大人，替我拟一道奏折。一方面，我们要尽快查明真凶；另一方面，我要让皇上知道这边的情况，让我守军做好准备，万一失控，不会被动。去吧。是，末相这就去办。现在这个案子谁在查？回大夫，是京城六扇门神捕封不平的徒弟赵小六，还有他的朋友。这个封不平我也有些交情啊，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一个叫赵小六的徒弟？回太傅，他拿着封捕头的令牌，是皇上亲自给封捕头的令牌，错不了，我已经看过了。如果不是封捕头的徒弟，封捕头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他呢？那你觉得他查这个案子可以吗？赵小六的真实水平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的朋友宋慈和李子方倒是有些本事。据说那个宋慈在一个月前破获了建阳霞水女鬼的案子。宋慈？有点意思。宋慈这小子一直都这么变态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没看他一直在那儿摆弄尸体吗？我看他摆弄尸体的手法那么熟悉，不是变态谁能干出这种事儿？你们六扇门的捕快不需要摆弄尸体吗？我不需要摆弄，我把尸体都交给仵作来处理。你们俩，谁帮我搭把手？啊？小六，瓶子。你拿它干什么？快，打开。你往里挤的什么东西？这里面是死者的胃容物。胃容物，当心点，别弄掉了。这，你，哎呀，不是你弄它干什么呀？这个可是我的发明，可以抽取死者体内的液体作为研究。有些时候，尸体表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让人推断死因，我还需要在尸体身上发掘更多隐藏线索。这两名死者都身怀武功，但是。却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杀了，因此我得先确认一下两位死者生前是否服用过什么药物让他们失去了战斗力。你不会这么变态吧？这么恶心的东西能分析出什么来呀？我分析不出来，但是有个人也许可以。宋慈，还发现了什么？这口鼻处没有纤维，眼角处没有出血点，因此可以排除死者是窒息死亡后被凶手处理成诅咒中死亡方式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具尸体上都没有生前搏斗过的痕迹，而且我在李元志的衣物上发现了呕吐的迹象，所以我才怀疑这两名死者生前服用过某些让他们失去了战斗力的药物。看到没，这才是专业的，所以根本就不是诅咒杀人，你知道不？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切，我能不知道吗？
就这胆量？子枫，还有一个，怎么又是呀？苏大哥，小姐，谢谢。苏大哥，衣服已经到了。太傅大人已经到了，现在忙于应付各国使者。那他有什么吩咐吗？小姐，宋慈这个人你可有耳闻？宋慈，我有印象，之前帮过一次。太傅大人的意思是希望你可以接近这个人，如果有真才实学便拉拢过来为我们所用。我听说他在建阳城破了一桩大案，很是聪明。好，我明白了。哦，对了，京城的案子可有眉目了？还没有，已经有四名朝廷命官离奇死亡，就在你走以后京城又出了另一桩大案。撤！撤！我仔细看了一下，鼻孔处没有纤维，眼角处也没有血迹，两名死者并非致击后让人处理的尸体，因此可以判断他们在被杀之前失去了战斗力。哎呀，当我们在李元志将军身上又发现了呕吐物，因此我可以判断在被杀之前他一定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呢？具体吃了什么？那凶手是如何杀人的？这个，哎，宋慈，来来来，你说两句。你继续说呀。这个我都说完了，该你说了。将军大人，我们刚来一日，才刚看见尸体，接下来还要查看李将军所死的中军大营，目前这个案子还是没有头绪。哎，将军不可，请务必受李元志一拜。三位小兄弟，我兄长一直以来都主张大夏和大宋的和平，因此这次五国会盟他也是非常积极。兄长曾说五国会盟关系到两国百姓的福祉，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促成会盟的成功举行，没想到会盟尚未开始但却突遭意外。无论如何还请各位找到凶手，还我兄长一个公道。李将军，我们真的受不起，你兄长为了会盟而来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害了，相信我们一定能查明真相。李将军，这魏大人限制了我们进城的时间，带路吧。行。二位军爷，这李将军死的当晚可有听见什么可疑的动静？哦，是这样的，宋老弟，我兄长被杀，守卫中军大帐的值守保护不力，按照军法当晚已经处决了。啊，这是军中的规定。好吧，那我们进去吧。行。大帐陈设未曾动过，和先前一样，前面的书案就是当时我兄长遇害时的位置。兄长，另外负责我兄长伙食的伙头我也让人去叫了。
这位小兄弟，这是我之前写给大家具的公文，我想跟本案无关，并且涉及一些我大夏的军情机密。手欠，还望小兄弟见谅。得罪。这里很多册子，涉及军队及国家。我们虽说是来查案的，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这些军情密报还是不要乱动比较好。赵小六，干嘛呢你？我是故意的吗？不好意思。没事。李将军，这怎么这么多经书啊？我兄长向来信奉佛法，这次南下路过大佛寺，给每一位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求了一卷平安经，希望能保所爱之人一世安乐。可惜兄长他还是……可惜啊，就没给自己求。李将军，我这例行公事，有些问题还是必须得问你。帖木儿死的那晚，你在干嘛？先坐吧，坐，先坐。那晚，我就在驿站里面，但思念兄长，一时睡不着。我的隔壁就是帖木儿的房间，他找了两个勾栏女子寻欢作乐，吵得我不胜其烦。我过于烦闷，就独自去驿站大堂的桌子旁饮酒。那会儿差不多快到子时，大概子时刚过，我听到帖木儿屋子开门的声音，紧接着没多久他又进去了，之后我就没再听到其他什么动静。那除了你之外，可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又或者有什么人进过大堂？有，就在铁马屋门关上没多久，哈桑就回来了，他也看到我在大堂饮酒，当时我们还说了几句话。那你们说了什么？李将军，好雅兴啊，一个人在喝酒啊？哎呀，还是帖木儿大人有雅兴啊，我实在受不了这声音，在这坐会儿。哎呀，我家大人，哎呀，血气方刚，就好这一口。来，我刚好带来两只烧鸡，就借李将军的两碗酒一起吃怎么样？自然没问题，他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两只烧鸡进来，看我在喝酒，就坐下与我一起吃。大概是在子时过一炷香的时间，我们就听到了楼上女人尖叫的声音。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俩几乎同时进入屋子，进屋后就看到帖木儿已经被钉死在柱子上。那这期间可有听见任何声音？除了寻欢的声音，我就是受不了了才下楼去的。那金国使者和回鹘使者呢？他们的屋子在驿站院子的另一头，好像也没什么异常啊。哦，对了，我饮酒的时候看到了金国使者卓鲁图的贴身护卫，好像叫阿兰，曾经离开过驿站。